台铁区间车剧烈摇晃，月台上的旅客也纷纷蹲下避难。有两辆摩托车行经山路时，发现土石滑落，骑士赶紧跳下车。台东县发生规模6.8地震，全球各国主流媒体都相当关注，包括日本电视台新闻网 NNN 以及 NHK 都在第一时间报道台湾地震消息。气象厅对冲绳县与八重山地区更发布了海啸注意报，而南韩媒体同样聚焦在灾情上，放上自强号倾斜脱轨等画面。此外，大陆官媒央视更是派记者到花莲玉里镇报道玉里便利商店的楼房倒塌，也指出不光是台湾、福建、广东、苏州、上海等沿海地区也都感受到明显的震感。那受到地震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部分列车都已经造成了晚点。 从十几分钟到20几分钟不等。另外，美国媒体CNN除了关心台湾灾情，更分析这次大地震属于浅层地震，导致破坏力更强大。 10 kilometers deep, that is a very shallow earthquake. The more shallow earthquake doesn't have the ground to really absorb the shaking that takes place during earthquakes. So you tend to get more damage at the surface. 有挪威专家在推特发文警告，指出这次地震可能非常危险，余震比主震更大的几率约是1/20。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也发布了海啸威胁。记者综合报道。 里面呢，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不会残留，而且呢没有污染。儿童、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